首先，谦卑的顶拜我的启迪老师，尼迦热巴维斯达，是吧？西西玛巴迪恩达，萨米帕布帕的莲花主，然后顶拜我的鲁巴努嘎恰的，西西玛巴迪恩的那两个萨米巴拉指导老师莲花主。接下来就是顶拜所有的维斯纳瓦，维斯纳语，就是一在所有萨那西。带领下的所有奉献者向你们顶拜，阿弥陀佛。提达玛哈拉奇呢，他非常仁慈啊，就这样祝福我们了，也就跟我们说怎样的去念诵呢，才会有祝福，还有效果，或者是达到纯粹的念诵。古鲁迪瓦，你们要去加布。那么一个人就是说，怎样能够集中呢？就是说，当我们就是得到那种启蒙启迪的时候，就得到那超然的那种品质或者逍遥时光。就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师徒传系，我们的郭朗达、郭朗嘎的那些伴随者。他拿走了，没有这个机制，只能在这里听。Our identification. Why? 要不然拿走了那个东西，我没有，所以你只能坐在这里听。所以呢，就是说啊，在唱诵圣名，怎样去想，想些什么？那么好像我们的心意一样，非常不受控，到处都飞。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就好像小孩子一样。父母亲不想小孩子去那些有尘土的地方玩，可是小孩子特别喜欢去那边玩，所以我们的心意也是一样的。尽管呢，我们就是说想控制啊，不要去靠近那些感官享受啊、愤怒啊、嫉妒啊所有的东西，但是我们心意还是会向那边，怎么办？为什么？这也就是因为没有明白我是谁。因为如果一个人要是想我是这个身体的话，那我的心意呢就会受到那些身体所处的地方的东西所吸引。什么叫做假我呢？我呢非常伟大。这假我表示。I am this body, 我是这个身体，由三种形态所组成。What else am I? I am a member of this family. 我是这个家里的一个成员，跟我的妻子，还有小孩，还有就是说父母亲的那种关系。所以一个小孩呢，就从母亲的肚子里生出来，然后他们就有这种关系。然后就是说男孩子、女孩子，他们自己之间的关系。为什么？因为那个感光的那种强烈的吸引呢？I belong to my country. I am Russian. 还有的人就说我是俄罗斯，我是英国人。然后呢，我为了我的国家，我会去牺牲。就是说去做那一些宗教的那些东西。可是呢，他们这些人就是不会听沙土讲东西、讲课啊，或者是去朝圣啊，得到真正的东西。因为有一次呢，古鲁迪亚在那瓦地那边也说了。
So deity card, Srila Gurudev came, the deity card came in one place. Gurudev and most of the devotees went straight to Ganga to take bath. 很多人呢就跑到那个甘南国了去。Who wants to take bath in the nectar of Ganga? Gurudev 就说呢，谁会去呢恒河沐浴？谁会呢？就是说，在他大大的目的，所以其实这个就是说四种交往：身体、家庭，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家国家，还有一种就是那错误的概念。所以一个人要有这些交往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属于受到这些东西所牵连。所以迷惑，所以呢，巴提诺塔塔库在这个章里面就解释了一个中阶的观想中，他那念诵，念诵圣灵引子，因为他接受一个纯粹奉献者的身份，他呢就知道哪四种人。And then prema mai chuki pa pech. So for the Supreme Lord, pray. And you have the answer, Shunyam Jnana Paramanyana. Avukulyena Krishnanam Sinam. And then, Sri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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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rishnanam Sinam. So for his devotees, Maitreya, friendship, associated with the devotees.还有一个就是对于那一些呢，就是说比较愚昧的人，他们就会给予支持。那么对于那些有嫉妒心的人，他们避开他们的良缘。所以呢，就是一个中阶奉献者，他们就有这些征兆。中阶奉献者呢，他们呢就是崇拜纯粹奉献者。中阶奉献者和那超初阶奉献者有什么区别呢？初阶奉献者而崇拜自身主，他们呢不只崇拜奉献者，他们呢崇拜的就是说，看到呢就是超灵在每个人心中，但是中阶奉献者他们能够明白的，我应该呢就是走在超然这种概念，超然的意识中去服务超自尊主，这超然的境界呢这样去服务。至尊主呢，才是达到超然的那种效果。巴提诺塔塔库他就说了，他说中阶奉献者呢，他有四种，就四种情感。对于纯粹奉献者来呢，他们有四种情感。Atma Buddhi， Atma Buddhi， 灵魂的那种知识。First of all, he understands that Gurudev is more dear than my very life. 他知道呢，就是说 Gurudev 比我的灵魂还要更加亲、更加近。He's not only my worshipable Lord. 他不仅仅是我崇拜主，他也是我灵魂的灵魂。所有一切的真理的这知识都是 Gurudev 的仁慈，所以我才知道。而且跟 Gurudev 一起。他知道呢，就是孤独呢，比我的妻子、丈夫、小孩都更亲，比我的那些爷爷奶奶时候的所有人都更亲。另外一种呢，就是把我的那所有的以及把自己的精力、所有的力量和钱财呀，为了国家付出，我要为了古鲁爹瓦付出。所以，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的能量、我们的生命，其实都属于古鲁爹瓦。我们应该呢，就用尽全力来去服务他。不去跟随那些，就不盲目的去跟随其他宗教的东西，而是听从了古鲁爹瓦的东西。所有一切的呢，就是说从古鲁爹瓦。首先呢，我们要听，然后呢，我们才能够去听，然后呢，是呢，有这种情感呢，去跟随奉献者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呢，从错误中呢就出来。那错误的那些社会，还有所有的那些其他宗教的那些概念中呢逃脱出来，这也就是自然的，也就是说那不再受到那些错误身份的吸引。古迪尔说呢，就是说一个人呢能够专注于圣门呢有四种阶段，第一个就是说不应该尽量的做到了，就是集中。刚才在讲到了呢，就是巴江拉哈夏虽然把皮西拉拉沙所提达古拉讲解。
奉献者之后呢，我的心意也总是飘来回去的，怎么办？我说没关系，你的心意要是飘来回去也不要紧。然后呢，就是去 Braja。你要是呢，你的心意要是到处飘来走去的话呢，你应该让你的心意呢去 Braja 那边，就好像一个人回到家一样的。应该把这些印象来带回去。当我们唱诵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想，哦，我原来在去了纯爱之谷 Premchana， 然后我也听到这 Harikatha， 然后再唱诵 Harikrishna。我在 Mansarovar 呢，然后那么漂亮的一个地方，而且呢 Harikatha 也非常美丽。那么这是首要的一个阶段。那么古代就说呢。那在 Kati 这里，这个时候就 Gurudev 就问，奉献者就 Gurudev 怎样呢？能够很容易的控制自己的心意，就是在这里的话，我们能够控制，但是回家去啊，跟家里人一起住啊，很难控制自己心意。我们还是要去工作，而且很多人要喝酒、抽烟、吃肉的，那我们该怎么办 ？Gurudev 说，拿着你的念珠袋。那人就把那念珠袋拿过来 ，Gurudev 就像唱诵他的那个念他的念珠 ，Hare Krishna Hare Krish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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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e Rama Hare Rama Rama Rama， 就这样唱诵。过了一会儿 ，Gurudev 就说：“你的心意还有没有到处跑啊？”他说：“你的心意怎么会到处跑？因为呢，我们唱诵哈利路亚一起，你我看你，你看我，这样的话呢，就在家里的时候，坐下来拿着念珠，然后我坐着跟 Gurudev 一起，我们在唱诵哈利路亚，他在唱诵，他看着我，然后我在唱诵，我看着他。”那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专注的唱诵。所以不管怎么样，都还要让自己的心也去集中，这是第一个阶段。然后接下来是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永远就是说要记得 Krishna 的拉达 Krishna 的逍遥时光，特别是呢 Yashomati Nanda Navajanavarona 跟那这些 Bhaktivinoda Thakura 写出了拉 Krishna 很多美丽的名字，写了很多诗集。那么那个时候呢，你的心意也就非常稳定，那就可以直接的就向下时光，像 Tita Maharaja 他所说。那么就是一个人在其实内心的这样想，然后呢就可以做八讲，八讲崇拜的那种情感。八讲是什么意思呢？以前的那些阿恰俩，也就包括古爹在内，他们怎么说？哪一首诗节他们会唱诵圣名，然后呢，他们就会想那首诗的那种含义，非常深刻的记起。然后呢，又在想，又在看，又在念诵，这样的陶入进入那种逍遥。那么这也就是说呢，以前的那些阿恰俩他们所进行的方法。然后接下来就是说，对那个日常八种逍遥的那种想。那么怎样呢？就是说有什么资格才能够去想这个？如果说一个人呢，要是说有了 PAF 的九种征兆的话，那他们可以的去想这些八成逍遥的东西，要不然的话呢，会被物质的东西所吸引。因为一个人要是说心中有很多物质的东西的话，他没想拉达奎想的那逍遥的话，他们就会跑到物质的一面去，这样的话呢，一个人呢就会堕落。所以 Gurudev 的时候呢，我们呢就是说要这样做，就要专注。因为一个人要专注念诵呢，他就会忘记所有其他东西。那么我们跟随这些最有力的方法，且在念麻婆布，还有其他恰俩所教导的方法。古爹说了一个例子，在当那克拉尼亚的那些圣人，他们呢看到了主拉玛千长，我看了，哦，这是国宝，就是我们所想敬师的对象。
其实说想到他们其实已经唱了数千年的那种歌巴曼陀，就是说接触切丹尼亚马普布还有阿恰亚他们那些仁慈，就在这么几年或者几十年我们就能够达到完美，就是因为他们的仁慈。古爹让我们达到尼斯达或者路切这个阶段，然后再出生，然后呢就是说得到那些高级的奉上者的良意。Krishna 呢会安排一切，这样的话呢我们再继续再出生 Bhakti Narada 家庭呢，然后呢 出生在那 Gola Lila 里边，这样的话就很快就能够达到完美。但是呢很容易很简单，就是要跟随这些程序方法。首先呢 Sravana Kitana Vishnu Smaram Guru Deva 说，如果说我们要是说很有热心很强这样去向他啊祈祷的话呢，那么我们就能够得到他的祝福，去服务主拉达 Krishna， 就是切丹尼亚马普布 Krishna。